大家好，我是 Astori Girls 的作曲家张伟凡，希望你们喜欢这首 Ending Scene Nostalgia。大家好，我是作词人严云农。这次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参与 Nostalgia 这首歌的作词。那很特别的是，这是我第一次写英文的歌词，然后也是我第一次为游戏撰写主题曲。那我觉得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可能都有藏着一个你很想回去的地方，不管它是一个信仰或者它是一种信念。所以我当时看了这个故事，突然之间 Nostalgia 这个词就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。我觉得是想借由玩这个游戏去找到你心中最怀念的、最想要回归的那个地方，不管它是一份爱，或者它是一种，像可能这个故事当中所探讨的一些父女的关系。所以我觉得很高兴能够把这个意念传达在这个歌词当中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游戏，也会喜欢我们的这首主题曲。
PlayStation。